传家剃头不只有店里剃头，也可以到府剃头哦。到府上剃头啊，也会用心帮宝贝准备实例，拍照也是用专业的单眼相机帮你们拍合照。每一样都是大家给宝贝的祝福，希望宝贝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。拍几张剃头前的乳照，不然等一下头发就剃掉咯。剃完头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，跟爸爸长得好像哦。最后大家一起拍张合照留作纪念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宝贝剃完头的乳照吧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快来找传家用心为您记录宝贝重要的时刻。